台词是？不知道。演戏的时候最喜欢的时刻，你很进入情绪，然后在那个情绪里面，是在那个角色，你忘记了你要讲的台词，就是是不是背的，而是就是在那个当下讲出来的。演戏最讨厌的时刻，忘记。然后对导演说的一句话，导演对不起。做演员需要具备什么能力？要有自信，要有背台词的能力。用一句话形容演员这份工作。当演员三个最辛苦的地方，没有钱，然后是焦虑。给你一次选择，你会当演员吗？会。如果要推荐一个演员，你想要推荐谁？黄尚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对演戏很认真，而且热爱。然后我从他的眼神跟他讲话的态度里面都看见了那份自信，那份热爱。下一个拍手快打，你要指定谁？在男中。